宝可梦集幻式卡牌组今天伏击，开，看一下会中什么嘞？来第一张，红红金，哎，第一次拿到，这好像第一次拿到。第二张，哎，妈妈小鱼就不用多介绍了，这个曾经拿过。第三张。伊布，可爱的伊布，那个可以等下再拿啦。OK，好，来第四张，哎，闪卡出来了哦，看一下是什么？嘿，闪电鸟，哎，这应该是第二张，第二张的闪卡闪电鸟，虽然是基础卡，但是有闪卡就觉得舒服。最后一张，战境温泉，好，今天就这五张，有中一张闪卡的闪电鸟。看一下有没有白点，没有白点，都还蛮完美的哦，有印刷线呐、啊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